王源，恭喜大家获得了13,651,294的撑腰值，恭喜！祝贺王源！创造营2021的明星名是博远。谢谢大家。加油！博远加油！博远！博远！博远！我走着走，你集合呢？集合。两年都不回头。其实每个人自己在一生中有很多选择，对吧？我自己以前说，我总是把温柔的部分留给别人，把不温柔的部分留给自己。其实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我认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就能触发什么样的时空。我既然选择温柔对待别人，因为我期待有一天，哪怕不是当下，哪怕不是那个人，哪怕不是那件事，我有一天也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以待。今天我得到了你们的温柔，谢谢你们，我的创始人们，我的伯乐们，你值得加油，我有很大的惊喜。博远，我接下来的话想跟我爸爸妈妈说，我想用家乡话对他们说，所以可以爸妈，哎，你肯定在看。应该讲对不起，其实应该能够。我觉得为了儿子去责任啊，你是他们的骄傲，在外面还要让你们一天担心没睡好没吃好，我觉得我才应该讲是对不起。今天成团，接下来郑甜甜应该不用太担心了。会的，会的，你最棒！啊，对不起啊，连我好像超。第二天早上我悄悄买飞机票就走，我是非常对不起你，没跟你们讲。妈妈都说父子之间没得隔层，我现在明白这道理。对不起。然后他们跟我讲，如果成团以后，好像没得了时间回家看你们，但是我一定会抽时间回来给你们煮饭吃。妈妈等我回来。然后接下来我想对我的公司白色系说，听见林大姐教授，我知道你们在，我看到你们这五年，其实我们在公司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但是其实从上一个节目到现在，我已经渐渐明白，只有经历了所有开心和不开心，你才能看得到现在听我说话的我，对吧？过去发生的种种的一切，当下哪怕是开心或不开心，今天看来我都感谢这一切的发生，因为没有在白色期经历的开心的事情，还有那些就不说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很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。然后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呼应。博远，加油！博远，最后我想感谢节目组，其实我们在上岛前节目组发给我们一个 PPT， 让我们要自己带
很多生活上的衣架啊，什么洗头的，我当时还想说这节目组怎么这么那个，洗头的还要自己带。结果我来了之后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节目主席知道，连蚊香、牙线棒、蜂蜜，还有那个小盒子里什么东西，你要什么他们有什么，连厨师盒都有。只要其实生活上有问题，你当时跟你们说带什么，你提只要开口，节目组就能满足你的要求。我其实来这里之前，我觉得我可能还要，即使没有成团之前，我也要把自己当成哥哥一样照顾弟弟们。结果来了之后，我不行了，我受到了导演组，我受到了选管们，我的带我的导演们的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非常感谢你们。没有你们，没有你们提供这个平台，我也不会让这么多人看到我。非常感谢创造营2020，谢谢你们。最后，还最后，还是想喊一声，我成团了！请踏上你的成团之路，迈向你的成团队。每一个很多年参加。